David.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大卫。今天我们有一个十公里的那个比赛，然后今天我跟我好朋友小姐，我们一起去一个纽约的小岛，开始去跑一跑。然后今天的目的是在40分钟内，我们想跑完。然后我们就加油。十公里。对，十公里吧。加油！加油！加油！David， 介绍一下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可以的啊，我们今天去一个在纽约旁边的小岛啊。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船上啊，从纽约就是曼哈顿那个岛去一个另外的小岛。其实今天天气就特别好，而且这个地方真的很完美，非常的晒。对，就是非常晒，我太热了。对，这个帽子很有用。对，帽子很有用，而且还有一个，等一下，等一下。还有一些墨镜，然后这个墨镜我打算在比赛的时候可以戴着，棒，很棒，是的。Athletes, are you prepared? 差不多。Nice. Everyone's getting prepared. Wait on the bib pickup line. Runners, if you need to pick up your shirts, you can get those at the men's. Runners, take your mark. Yeah, let's do some jogging, stretching. Crazy, man. About 5 minutes, please head to the corral.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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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nishing strong. You're good, you're good. 第六名，加油加油。Great job, great job. 往下去一点。加油加油。加油。Woo! 最后一圈，加油。六六六，牛牛牛！35分钟，加油！5分钟结束战斗。呼！加油加油，冲啊！Sub 40, no problem. Let's go. See you in the finishing line.See you there. Man, you're doing crazy. 怎么样？累。38分钟太强了，这样很累。牛，但很开心。牛，对对，我因为我的目的是40分钟内，然后就快了2分钟啊！天哪，挺好的，但我现在太厉害了，那个我心好累。歇会儿，歇会儿。Great job！ 哇、wow. okay.
天我们就比赛后开始骑自行车，所以有两个兄弟，然后他们在我后面，然后对，现在就是在纽约，今天天气特别好，然后就特别就玩的开心，玩的很成功。